當時發生個具體嘅咩事我哋唔講啦，就真係我去嗰度住咗院，係真係用社保 cam 翻翻嚟。係啊係啊 ，cam 到七成。我 cam 到七成。係啊係。哇！就全程係20000個手術費、住院費包曬。哦，咁樣嘅。咁、但係我都 cam 翻9000幾。O K O K。咁其實即係都享受到呢邊嘅呢、這個呢、這個醫療福利醫療福利啦嚇。咁其實當時整個時間嚟講，總共20000多咧。其實好多觀眾朋友多數會問兩個問題。嗯、第一就係、是我作為一個香港人或者外籍人士去呢度睇醫生，佢嘅收費會唔會同其他人唔同樣？呢、這個係經常好多人問我嘅一個一個情況。其實係一樣嘅，只不過一樣嘅。是啊，是一樣的，他、只不過是我們買了社保，他可以 cam 回，社保是住院就可以，是啦、啊、住院就可以、啊、可以 cam 回這個一個部分了。Hello， 灣區生活知多啲。Hello，Hello。咁其實咧，我哋好好彩咁咧，就認識到咧 Doris 咧同埋麥生咧。咁啊，之前咧已經係響2019年之前。啊，2018年。2018年啊，2018年就已經響中山置業。係啊。係啊，咁當時咧呢邊買嘅咧，其實只能夠買公寓啊嘛。係啊。係。其實當時咧係因為未可以買住宅噶嘛，淨係可以買公寓啊嘛。咁點解都咁決定就出手買呢邊嘅公寓嘅？諗住退休嘅時候、一方面如果買多兩間咧，去收租、可以誒穩定嘅收入啊嘛。Okay. 一間自己住咁就夠啦，係咪啊？係諗住開頭係咁諗嘅。所以就買多幾間啦。係啦係啦，同埋佢比香港樓價嚟計係差唔多係10分1咁上下咯，所以覺得係應該誒買多兩間都係仲負擔得起。咁、可以做一個投資咯，開頭咁諗嘅。咁當時係其實都係買咗喺西區啊、東區呢兩個地方。係。好多香港嘅朋友，我翻嚟我買咗社保，最一年年交嘅嗰種。係。究竟cam 唔 cam 到啊？或者整個當時發生個具體嘅咩事我哋唔講啦，就真係我去嗰度住咗院，係真係用社保 cam 翻翻嚟。係啊係啊 ，cam 到七成。我 cam 到七成。係啊係。哇！咁。其實整個喺醫院嘅時間有幾耐咧？當時咧，住咗6晚啦，住咗6晚時間，係啊，啊，咁就由檢查到做手術，就7日6晚咁樣，就全程係25000個手術費、住院費包曬。哦，咁樣嘅。咁、但係我都 cam 翻9000幾。OK。因為有啲係自費藥啊，嗰啲就 cam 唔到啊，嗰啲情況啊嘛。藥而家我都可以攞到，因為我係特殊病種咧。哦，係啊，嗰只係嚇慢性病嘅，我哋呢邊叫特殊病種。係啦，係啦。係。咁就攞到半價。哦，咁其實即係都享受到呢邊嘅呢個醫療福利啦嚇。係啦。咁其實
當時整個時間嚟講，總共20,000多元咧。其實好多觀眾朋友多數會問兩個問題。嗯、第一就係、是我作為一個香港人或者外籍人士去呢度睇醫生，佢嘅收費會唔會同其他人唔同樣？呢、這個係經常好多人問我嘅一個一個情況。其實係一樣嘅，應該一樣嘅。係啊，係一樣嘅嚇。佢、啊、只不過係我哋買咗社保，佢可以 claim 翻。社保是住院就可以，是啦，住院就可以 claim 翻呢個部分啦。咁除開社保呢方面嘅一個情況之外咧，咁當時響嗰邊去購住嗰、那個嗰、那個時間，你感受點樣啊？醫療環境啊，醫生啊，即係各方面呢啲，我覺得好滿意。就係講個病房咧，咁、一間房係得三張牀，每個人都有個衣櫃。有一個廁所裏面個環境是很好的，啲護士都很細心。因為我入去第一日是驗不到血，咁就佢同我講要抽動物嗰個血入，咁佢會痛啲嘅。佢好細心啊！佢話佢叫阿姨噶嘛，叫我哋嗰啲上咗年紀阿姨，而家同你抽動物血啊，辛苦你啦。你個人會覺得很窩心啊！即都是一句說話，都是一句說話，係啊係啊，即係話俾你聽，辛苦你啦，咁我話辛苦你啊，真咁啊，跟住話你辛苦啲，咁個氣氛就一下子唔同咗。係啊係啊係啊，咁啲醫生護士都好好噶，咁啊夜晚咧就差唔多一個鐘頭會巡一巡個房。是但你都冇瞓，所以你先知道佢一個鐘頭嚟做。始終係三鋪牀啦，同埋第一晚我係一個人住曬一間房，簡直係私家訂房人。咁所以你都會少少怯啊，一個人住一間房，咁所以佢入嚟巡房我係睇到嘅。OK， 嚇，我係知道的。咁其實咧，喺呢個情況下是先俾咗錢再去 claim 翻定嘅，直接找數就可以。可以俾少啲。入醫院嘅時候咧，我已經有醫保啦嘛。咁我係用嗰張卡去登記噶啦。咁你要交咗訂金先。交訂金到你出院嘅時候，你要俾埋個醫保卡俾佢，佢就直接喺個醫保卡度扣啦。哦。係啦。咁樣嘅一個情況。係啊。所以而且你當時應該買咗醫保冇幾耐嘅。是啊，應該是買了個零月咁上下。即希望大家都不用到啦。係啦，我冇咁快用但係咧，其實都係可以用得到嘅。用得到。呢個情況都用得到 OK。然後咧，第二個好多觀眾朋友問我問題，因為你係喺西區，就係嗰間中醫院。係。呢個時候咧，其實都算係好突發嘅事情，唔係話有即其實你唔似話我唔舒服，我翻香港睇啊乜乜乜，即係一個。臨時的急性的事情，但都是去，即是起碼都可以解決得到問題。是的。啊，咁亦都 OK。咁嗰間醫院咧叫做中醫院。是的。有一個咧，經常很多朋友問我的問題就是，這個中醫院咧，有冇西醫？所以呢個真係一個好大嘅誤會。其實佢係中西合璧嘅。其實都是要西醫嘅醫療系統為主嘅，係啊。係。但是你要中藥亦都有，我是入院的時候，佢又做曬嗰啲係西醫嘅檢查，都是西醫嘅檢查，檢查啊，同你照曬所有嗰啲咁啊，叫做 X 光啊咩，即係全部嚟，嗰啲全部都是西醫嗰啲嚟。咁你喺住院期間，佢亦都有俾中藥嘅，亦都有人同我針灸。哦，係當其時有人，即係中西結合係直接。體驗到了，是啦是啦是啦，咁有中藥有西藥食嘅，但是咧中山其他醫院咧就冇嘅，係啦，就冇呢個情況嘅，係啦，所以咧就純西藥嘅，純西藥啊，所以呢個情況咧大家就知道啊，哦原嚟咧係咁樣，因為咧而家咧阿麥生都係喺嗰邊仲用中醫嘅辦法喺度調理緊，係調理緊呢個高血壓，咁高血壓咧我就係。我要求他是用中藥為主來跟我調理的，你可以要是啦是啦提出要求，他 就可以掛中醫的號，就這樣吧，不是，那個醫生都是那個醫生來的，他可以開西藥給你，主要他都是開西藥給你，如果 你不要求中藥呢，他會問你要不要，他不是說來到他就給中藥你的，
所以中醫院仍然是以西醫體制為主的。OK， 啊，但是呢它有兩條退休路，即是你除了吃西藥之外來醫病，還可以用中藥來調理，那個效果呢就會 是人家的兩倍。即最少我有兩個辦法去解決這一個問題，如果其他中山人民醫院、博愛醫院其實真的沒有，我們知道就是中醫院有這件事，是的，中醫院可以做到這件事。咁仲有咧，我之前你都做過呢個白內障嘅，都喺中醫院做嘅。哦，都係中醫院做嘅。係啦，佢係可以用呢、這個雙焦鏡嗰、那個即係晶片啊。多焦。啊，多焦，咁可以除咗你將白內障醫之外咧，你將你個遠視、近視或者老化都調校埋佢。而家有咁嘅事情，而家咧我仲睇得清楚過我未做手術之前。即係白內障順手幫你搞掂埋個老花，可以咁樣理解。係係，因為佢個晶片有雙焦，即係佢可以變焦啊，好似你個相機，我焦佢慢慢教嚟教去，教到你準嘅。係多2000蚊。多2000蚊，系啦，但系就唔系个个都做到嘅，佢都要 check 过。即系要睇翻你本身嗰个条件，系啦系啦，允许啦，吓你个可能系入边嗰啲器官，嗰块膜够唔够厚咧？最基本啦，呢个住咗住院嘅要住两晚医院，三日两夜啊。系第一晚就同你验身，第二日亦都验身，咁啊跟住喺第二日朝早就帮你做手术。跟住再喺病房休息一晚，第三日先出院嘅。哦，其實都係中醫院，都係中醫院，所以又係三個人一間房嘅，都係有保險嘅。有，因為佢住院。哦，係咯，其實只要住院你就有啦，就有，因為門診係冇嘅，呢樣嘢係好清晰嘅。三嗰陣時係萬啊萬四蚊到，我俾咗大概係4000到啊，係嘛？四五千到成萬蚊喎，嚇有9000多啊，聽唔到。咁雖然咧4000蚊喺香港醫呢個病可能需要4000蚊，但係你香港要40000蚊啊，我朋友一隻眼。公立醫院啊，我話即係公立醫院要排幾年？即係呢度就即去即有，跟住咧就其實可以理解為就好似香港嘅私立醫院咁，不過咧就加埋保險 cam 翻，其實佢都。都是平過香港很多，平過香港很多，同埋就真係做得很好嘅，嚇、哦，同埋你喺嗰度住兩晚咧，感覺都係好好穩陣、好安全，因為佢要做到好仔細，都幫你檢查完先同你做手術，做完手術之後俾你休息一晚，觀察埋你個晚先俾你走。因為呢個情況咧，其實好多香港嘅業主咧，成日都會問我咧，平時最多夠膽去睇一啲感冒嘅啫，即係啲大少少嘅咧，我一定要翻香港。咁其實我聽兩位傾完之後咧，我覺得即係你我係冇喺香港做過了解過醫院嘅情況啦。我知道呢邊，咁你哋係兩邊有對比之下，其實覺得 O K 嘅，最少呢個中山西區中醫院係真係現身說法。係啊，所以咧咁其實而家喺嗰邊都有有啲物業啦，咁啱可以放租，其實嗰頭住係比較舒服，係舒適，因為佢嗰邊新。都是新樓盤，所以而家放出嚟好多新盤租啊，係嘛？咁嚟嗰度我見到都好靚，所以我哋稍後咧想去現場睇一睇。好啊，好啊，咁我哋一路行一路講，去到嗰邊再同大家好睇睇好唔好 ？OK， 嗱，中路彩虹喺呢邊啦，係，但係呢個附近咧其實已經冇一手樓噶啦，除開天魚灣，係，而家，同埋行上上邊中路彩虹有少少現貨賣緊。就是人行四季一字板楼，冇咩大型嘅一手楼噶啦。最多就系左手边，我话呢一片地咧，我而家呢片地就系住宅用地嚟嘅。哦，咁你谂下，到时候佢呢边起起身个价一定会比而家呢一边要更加贵嘅。系，一附近已经冇啦嘛。系，嗱，行过嚟呢边中医院啦，呢度住院部嚟咯。亚洲最大系呢个医院喎。哦，亚洲最大系啊，亚洲最大呢个医院啦。然后我哋而家左手边咧系西区行政服务中心，马上就会搬嚟呢度啦。哦，搬嚟呢度。系啊，就系你去办居住证、买社保啊。系啊，咁方便。系啊，系啊，系啊，系啊。西区嘅行政服务中心就搬嚟呢度啦。嗱，行出嚟呢个就系公园啦，就系我哋嘅湿地公园啦。
做核酸又方便。我哋而家咧从东区嚟到咗西区，呢度咧成个公园咁咧喺边度咧？就系、是、西区嘅亚朵酒店。咁呢个咧系西区最好嘅酒店嚟噶啦。咁啊，附近咧就系佢嘅园林啦。咁点解会嚟呢度咧？系因为呢度其实咧有少量嘅公寓咧出租。咁今日咧，我哋就去头先 Doris 同埋阿麦生嗰边，咁啊去佢屋企度睇睇。咁而家咧嗰间系放租嘅，啊非常之舒适。因为咧呢度就中山候机楼。咁中山嘅候机楼咧，其实好多人都问咩叫做候机楼啊？其实咧就系话呢度有个大巴直达咧，就深圳或者广州嘅国际机场。咁啊，中途唔會停嘅，呢邊可以辦埋呢啲訂位啊，嗰啲手續，咁去到直接就登機就得噶啦。咁啊，直接大巴就車過去，所以咧每個城市都會有個候機樓。咁中山西區嘅候機樓就喺呢度嚇。跟住咧，亞朵酒店嘅大堂同埋我哋而家呢個怡豐國際嘅公寓咧，咁佢都喺呢度。我哋而家入去睇睇，佢整個大堂咧都係整個酒店 feel 好，因為長期有人打理緊啊嘛。咁嗰邊咧就去到酒店呢头啦，呢度就系酒店嘅大堂 check in， 咁而家都要去到200-300元，最少200-300元一晚。咁你行嚟呢个大堂系咪好气派？系咪好舒服先？嗱，我哋两位业主都喺度等紧啦。佢都系整个小管理咧，都系有张卡你先可以 bid 得到上去啦。系啊系啊，你嗰张卡系呢一层楼，佢就去嗰层，就好安全啦。好安全，好似酒店嘅。嗱，你谂下呢边。其實好，而家你去邊度租公寓可以有咁樣嘅效果啊？呢個環境簡直好似大酒店咁。呢個就係大酒店嘅大堂，其實真亞朵嘅前堂嗰個門口咧，就可以直接去到候機樓嘅。啊，嚇！咁候機樓咧，佢有啲車係去珠海啊、珠海機場啊、廣州機場啊，都好多車去。咁我諗呢個就係怡豐啦。就呢個牌都值加200-300元租啦。個環境係幾好嘅，係幾舒服嘅。你行出去呢邊咧，就算你落雨都唔使驚，因為佢上面有個頂遮住，係星級酒店先會有啲咁嘅設計啦，係嘛？咁你喺度停，咁佢冇嘢遮擋啊！你而家喺呢個位都有風，都好涼爽。係啊係啊。言歸正傳，我哋點樣上去？上去去翻lift頭先。哦，去翻嗰度。不過依家咧就俾大家感受下呢個咁大氣嘅大堂。兩個門口都入到嘅。嗱嗱，呢個咧就係個成個模型啦。成個模型啦。嗱，講到沙盤咧，我就有啲咁多經驗啦。而家我哋就喺呢個位置，咁因為有部分咧就係用嚟酒店嘅。嚇！係呢邊咧就係候機樓啦，呢一嚿就做到候機樓啦。係啦。咁我哋係幾多層以上就係公寓咧？好似佢哋得。五層是酒店的，五層是其他都是我們公寓，是的，上面那些是公寓，所以住在這裡又是西區中醫院隔離，彩虹片區核心位置，所以是非常之好的，是的，行到麥德尼就是麥德龍，隔離就是麥德龍，就好像美國那些倉儲式大型的超市，是的，倉儲式的超市，咁佢有啲外國嘅品牌咧，你係嗰啲喺嗰度先有嗰啲嘢賣，冇得賣嘅，係啦。咁好近啊，即係行路呢個絕對係行路行到啊。係啊，新開嗰個燕州中學又會喺呢頭啦。係啊，係啊。所以是很漂亮很氣派，你想想你回到你家是有這樣效果的。它又不怕亂，因為其實這個酒店都算是有些分開lift的，酒店就那邊lift，公寓有些電，它連lift都有冷氣，是啊，很舒服，那你哪一層樓咪就只是可以穿那一層，咁呢邊物管費應該會貴翻少少，係嘛？貴少少，但係都好值咯！我咧咁嘅環境，係啊，呢邊幾錢物管費度啊？200-200元係咯，大係嘛？咁我哋呢邊大概200-200元度啦，係啊，大概200-200元度啦。唔係呢個真係即係酒店式嘅呢條，係啊。又不怕很雜，因為其實很多公寓可能住的人多了，相對來說就會什麼，但我覺得這邊是非常 OK 舒服。
咁你樓下有早餐啊、買餸啊嗰方面啊，全部都有齊曬㗎啦，其實。嗱呢邊買豬肉啊嗰啲都喺。其實好光猛啊，其實幾舒服啊呢度啊。十一樓已經係。咁咧呢間屋咧好平嘅啫，比出邊嘅嗰個其他嘅出租屋咧個租價咧仲要平。咁呢一種算係嗰個喺附近，如果有咁嘅質素，起碼去到3000元啦。啊，呢度咧2500元都唔使就可以搞掂啦。所以咧，如果想租西區，嗱呢而家我哋就得呢一套啊。想租西區咧，可以評論區留低你嘅評論。咁既然嚟到啦，我哋問翻啲之前喺度生活咗一段時間嘅朋友，咁譬如阿Doris，咁呢邊你住，因為又中醫院啦，係嘛？咁住一段時間咧，其實你覺得喺呢邊生活方唔方便，或者係佢個比較吸引你嘅點喺邊度啊？西區嚟講嗱，西區用家咁啊，呢度交通好方便嘅，好近呢、這個汽車總站。你如果你去江門啊，去廣州，佢咪有啲大型巴士嘅，好近，我可以去同埋樓下咧，你譬如搭候機大樓啊，去深圳，廣州機場都係直達，珠海機場都有車。係啊係啊，所以好方便，人流嗰方面係 OK 嘅。買餸嚟講咧，你之前喺呢邊有冇？買餸呢邊我就好少煮嘢食。咁就買餸呢度豬肉啊，買菜都有嘅，都係斜對。係啊，樓下就前大媽啊，或者行遠啲翠景市場。咁呢邊嚟講咧，之前喺呢邊你係第一個住嘅。係啊係啊。係嘛？即係第一間。第一間收呢、這個。收呢度就住呢度。係啊。哇！我而家覺得仲咁新淨嘅，即係又冇乜特別保養喎，係咪？冇啊，冇乜特別保養。啊。好新淨，呢有冇租過俾人？有租過幾個月啦。有租過幾個月。係啊係啊。O K， 所以咧呢邊我哋而家見到真係完全冇嗰種租好耐俾人嘅感覺，新好新淨，所以有啲家私家具咁啊。希望下一手我哋嘅租客咧，亦都更加愛護呢個地方嘅觀景，真係非常之好，好靜。係啊，即係有就住酒店啦，呢邊住200-300元一晚酒店啦，咁你住10晚都唔知道。呢條數啊，係嘛？所以咧，諗住翻嚟西區呢邊了解呢邊生活嘅朋友啊，咁啊，其實可以考慮租呢間屋啊。咁如果你係再次呼籲一下，你係我哋呢度嘅業主，我知道呢度好多香港業主都買咗，都有好多㗎。係啊，都好多香港業主都買咗。係啊，聯繫我哋啊，盡快幫你租間靚屋出嚟。好啦，咁啊，多謝曬，多謝曬兩位今日咧同我哋去介紹啦，喺呢邊嘅生活啦，呢邊嘅情況啦，咁啊，大家就見到包租公包租房喺度啦。咁啊，到時一間屋俾我哋咧，我就有租客上嚟問咧，我會幫你去處理翻呢個情況嘅。好，咁就多謝曬兩位，我哋下期又約去食好嘢。好啊，好啊。再同大家 share 美食旅遊達人嚟嘅，其實。都為試下食啊。係啦。好，下期再見，拜拜。呢度咧，喺我哋嘅西區中旅彩虹嘅位置。呢個位置咧。就出面就已經是彩虹大道了，隔離就是中醫院了。咁而家咧有一個新嘅物業，呢、這個物業咧都係我哋之前嗰個 couple 啦，大家睇到啦，佢嘅喺響西區呢邊嘅其中一個物業，好新淨噶，牀褥啦、牀啦、包括到窗簾啦、玻璃窗啦、啲地啦，全部都好新淨，好靚仔。然後你望出面視野係好開闊嘅啊。咁呢度咧。是属于二楼嚟嘅，层高咧就应该唔系好高啊，层高2.7米，可能2.78米到啦吓，2.67米到啦层高。咁有个小嘅生活阳台，咁平时咧洗衫晾衫咧喺呢度系 OK 嘅，位置唔大，但系咧唔怕翻风落雨，即系如果你晾啲衫喺度唔记得咗唔去收嘅话咧都冇问题嘅。跟住呢个区域呢边咧就厨房啦。呢、这个厨房区域有洗手盆、蒸盆，咁啊干湿分离嘅洗手间。呢、这个位有窗嘅，啊呢边有个窗，呢边有个窗，干湿分离。跟住呢度仲有个房间可以摆下杂物。啊，如果你话衫啊嗰啲啊，其实以前房东都已经帮佢谂好啦，啲衫就摆晒喺呢度。啊，咁啊可以有个地方摆下嘢。咁呢度咧，其实咧就1.67米就已经可以啦，接受短租。咁啊，到时候咧，大家可以喺评论区留低嘅评论。呢间屋房东系香港人吓，房东系香港人。跟住呢边整体嘅嗰个情况 keep 得好好。
所以、如果是一對 couple 啊，或者一個人啊，翻嚟呢邊去生活啊，咁其實選擇呢度係唔錯嘅，舒服嘅。好，咁關於呢一期咧，呢幾間出租屋就同大家介紹到呢度啦。咁頭先咧採訪完我哋兩夫婦啦，翻嚟呢邊生活，響2018年就買咗，買到公寓，到而家咧都好開心喺呢邊生活。咁而且買嘅地方都好好，都係城區嗰個位置。咁啊出租又好出租啦。咁其實而家相對嚟講，響呢邊生活又好開心啦。咁都唔願意翻香港咁滯噶啦。咁所以我哋平時同佢傾偈。下一次咧，再同佢一齊去同大家分享更多響呢邊嘅生活，因為呢一對 couple 咧好有代表性，佢哋自己響呢邊咧掌握曬所有嘅呢邊嘅一個情況啦，周圍去旅遊啦，所以咧亦都好明白香港嘅朋友想要問啲咩問題。如果你有咩問題想請教佢哋嘅，包括買社保啊、醫保啊、就醫啊，響評論區留低你嘅評論，留低你嘅評論，咁我咧會集齊一期節目，下一期約佢食飯。食好嘢，带大家一起去品尝下中山地道的美食之余，再慢慢问他，我们出奇这样的互动节目，所以在评论区留下你的评论，下期我们问他。 OK， 拜拜。 Mango 告诉你，容易工作室推出一系列和房屋有关的服务，我们可以帮你在大湾区里面找到你心仪的楼。第二个，如果你买了楼的话，我让这边帮你去做装修的工作。目前我们已经有很多的案例帮香港业主人在香港间屋在这边已经很开心很顺利地装修完了。第三部分，我们可以有收楼验楼服务。收楼验楼服务我们会一条龙同你跟到足晒。第四个部分呢，就是我们这边还可以有出租服务。如果你有屋想租出去，或者你想回来这边先租了屋再看定一点再去买楼，或者陪小朋友读书，那我们都帮很多的业主呢这边找到屋，租完之后再去看楼，慢慢看，看啱了再来买都 OK 的。最后尾想同大家讲下，多谢大家一直嘅支持同埋关注啦。如果你睇到呢个部分仲未有关注同埋订阅我哋嘅频道呢，希望你点一点右下方呢度关注订阅我哋嘅频道，同埋分享出去俾你身边想要返嚟大湾区生活嘅朋友。多谢晒大家。